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哥，刚刚从水库上面上来啊，然后刚刚去给橘子买了一套衣服啊，然后还买了个包啊。像平常的话，没怎么给他买东西啊，因为之前他不是拍那个视频吗？说一直我在嫌弃他剪短发了啊，其实并没有啊，只是说我觉得他长发要好看一点啊，所以这个也算那天话说错了吧，给他的一个补偿啊。然后其次我跟他之间还有一个约定啊，就是确实这段时间也没在，就是在规定的期限内啊，没有捡到我给他说的那个目标啊，还差几斤，这个也算是惩罚啊。小伟，咋了？你好久上来的？刚刚。我这收拾东西，刚刚是在洗呢。咋了？给你买了套衣服。给我买了套衣服。你之前不是说一直不嫌新鲜慢了吗？啊。我去，没有。没有，哎，那么就是怕这个说的。那个报告。啊。这个水袋的少了。然后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收到，我昨天去了，给我惩罚。你是想管好我吧？还要从西边出来了。你给他去干嘛套衣服？我就是个比较适合你。啊？是个套装。我去试试看。橘子在换衣服啊，正好这里有秤啊，看一下吃了多少啊。之前在水库，我们称就是全部用称鱼那个称的啊，不知道那个准不准啊。69，差不多60，68.1。我看68.1，我在水库上面称的是69啊，差不多，是应该昨天称的啊，差不多又瘦了，可以吗？我看是之前是72，然后现在是60，耶，好不好看？不会吧？还可以啊。比较直耶，是我的眼光是比较好的，我觉得穿那种合适啊，这身材高挑的嘛。嗯，长得现在也瘦了啊。你称没得嘛？现在好重？重了。嗯。你猜？差。68，是吧？是吧？12斤。差不多瘦。差不多瘦。嗯。你说15斤呐？就是没瘦到嘛。哦。我看看你买的啥包包？哎呀，我们胖哥有心啊。我还可以。这是我裙子挑选的一个。嗯，说实话，这么多年不是重大节日的话，胖哥基本上是。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比较委屈啊，他买点东西的话，还要高兴很多啊。他不买，平常他就会抱怨啊。那就是嘛，哎。你好嘞。可以。哎呀，眼光越来越好了。啊，谢谢大哥呀。慢慢用。还可以，谢谢。我这个穿西装，你们两个是搭，我还是搞个西装啊，就搞个西装啊，这样就搭。你姐妹都穿个西装。我瘦下来了，我毕竟是，我必须要给我自己买条西装。我给你买。来，你给我买。哎，我有。省了135。广大网友见证啊。我省了130，省了130。168，136。136，省了130差不多。啊，130。省了130啊。买套西装嘛，差不多，有点紧了啊。嗯。这是你给我许下的承诺。可以。我等下来我的承诺你按照兑现你的承诺。问问，感觉胖哥给橘子买的这一套衣服怎么样？所以说男人有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啊，对他太好了，他有的时候觉得人家献殷勤或怎么样啊，做了错事啊。这是你男人买的嘛？哎呀，那就谢谢你喽。不要这样嘛。那我也祝你早日瘦到，我给你规定的目标，我就给你买西装啊。你也没底啊。那不是。记得我们嘛，当然瘦了，必须要搞套西装穿一下。确实结婚的时候都没穿过。对。结婚你穿一次啊？就。也是西装嘛，不是。但是不是一整套的西装啊，就是外面就一件、啊。我好想把你我们结婚的那个视频发出来，吐槽下你那个形象，他里面穿个毛衣，外面穿个西服。不说了，好不好？你搞这儿搞的啊，我给他去送个货，那我就打了这个，我去看啊，好，拜拜。因为有几天没看到小多多了啊，现在回去看一下是干嘛啊。现在小这小朋友越来越可爱了，每天给我接视频啊，
每天爸爸叫着啊，现在过去看小家伙。